特米卡，转转停车场。哦，那个很多车要丢滑梯哦，一台、两台、三台、四台，哇，四台在丢滑梯。他下去的时候都会打开。真的是很酷哎，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了，要把这个门关起来，关起来，这个要关起来，对。哇，这样就继续再转，然后全部都停好，再一起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。真是太酷了，那这一台溜滑梯也可以玩啊。小乖这边这个也可以玩。大人啊，好，你要去旅游，都随便，大家你会用的。旅游好了，旅游可以讲天轩啊。哎，干嘛呢？哎，干嘛呢？我是旅游。哦，你们有在吵架吗？没有。有在吵架，阿伯，我把它收起来哦。打开，还没有，什么时候才能打开？等我的车。你们要一起好好玩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就不要先打开，可以打开。好，要等每台车都有哦，要等每台车。转转停车场，要等每台车来，他才会。那乖乖，你会给他用在一楼吗？一楼发射吗？哎，一德德，你会用一楼的发射吗？一楼。